上次讲的佛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出成道的时候，在普光明殿入刹那记三昧，刹那记三昧是个什么样的三昧呢？那与咱们其他的经论讲的三昧啊不一样的。说到证寻了法界的真源，就是到了最顶级了，这个三昧就叫刹那记三昧。刹那记三昧就是相跟性都是相归于性，合为一体，寂静了。刹那寂是无寂之寂，刹那是时间很短的，没有个边际的寂，就叫刹那寂。那么这个三昧呢，是佛入的三昧。成佛之后了，入此寂，就叫刹那寂。咱用通俗话来说，就是他的心呢、跟他的性体呀、常住的，常住不动的。咱们又名叫诸境究竟觉，又叫诸佛三昧。这是总体而说的了。因为要把它分别，要把它分别啊，把刹那记分别，那就是咱们从这个初始发心住到十地菩萨蛮，都是这个刹那记三昧的层次。刹那记三昧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，就是普贤恒愿，这会是佛说的，佛说的其次让普贤菩萨说。这个刹那三记三刹那记三昧要解释呢，就是佛的智慧志在神通妙用的力量，所以现如来身，这是指着体啊，依着这个体而起的相，相就是实通，实通，刹那记三昧是实定，实定而起的实通，实通就是妙用，妙用，这就是一切智慧的通。佛所住的住，佛是无住而住的，也就是佛的智慧是没有功用的，就叫志在神通力，常住佛事，常住佛事，而是坐即无坐，是一切智慧现身利落有情。这是第二种解释刹那记的，又为清净无奈，说到了无障碍处，无障碍处呢，说是清净无眼，一切无障碍，专收摄一切不可转的转。不能转的转，就是无奈字，就是所性无奈，没有攀缘，没有依止，就是另一个不可思议。你跟我说，这就是释迦如来的教法，不依世间而建立一些世间法的，住在是极静究处，就叫妙舍摩托。
妙舍那伯特就是寂静处，但是呢，能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四，三四平等，同时具足大威德，佛身充满一切世间，为一切众生做他受用身，在佛为自受用身，为一利乐一切众生，在众生说就是他受用身。而智慧恒常明了一切诸法，与一切诸法暂能绝了，没有眼着，凡是见着的、闻到的，对咱们说是见是不可能了，闻到的，从文字啊，从语言呐、啊，从解说呀、啊，了知佛一切所行，佛利益众生的，随众生的差别而差别，总令一切众生开悟，能给众生出一切疑，应该出世佛就出世，不失于时，不失于时。佛所示现的身云，把身示现的身呢，形容如云一样的，无有边际的，设一些菩萨所要求得的智慧，以此为主的，调伏一些友情。这一段都解释十刹那记三昧，上来我觉得这个就叫入这个刹那记三昧，与十佛刹为陈述诸菩萨摩诃萨句。在这个法会当中，有好多菩萨呢，十佛刹，把十佛刹抹成微尘，一微尘一个菩萨，一个佛刹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十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把它都摧为微尘，一个微尘，一位菩萨摩诃萨。但是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入了灌顶位了，就咱们讲十住菩萨、十地菩萨、灌顶位菩萨，就要继承佛位了，要继承佛位了，具足菩萨行，功德所修行的等于法界无量无边。这些个与会的菩萨都证得了怀德菩萨普见三昧，普见三昧不是刹那记三昧啊，他们所得到的是普见三昧，能以大悲安稳一切众生，都得到神通自在了，都是十地菩萨入了等觉位，还没进入十一地。现在我们讲的呢是十一地，十一地就是普贤菩萨啊。同语如来智慧深入，就是这十佛刹微尘数这些大菩萨呀，跟佛都相同的，得到甚深的智慧，能演真实的法义，就是乘性而起的，乘性而说的，都具足一些智慧了，降伏众魔，随入世间，心恒寂静啊！这些大菩萨虽然在世间上利益众生，他的心呢是不动的，心恒寂静，在定中所发生一些坏，都助于菩萨无助的解脱。如果是那般若部门说都证得究竟般若了，
咱们在金刚经说呀，要得无住解脱呀，这些大菩萨都证得了，那一下标不标名，举些代表的名号，菩萨摩诃萨这么多微尘数，菩萨摩诃萨是普遍说的，嗯，其名曰金刚慧菩萨、无等慧菩萨、意语慧菩萨、最胜慧菩萨、长舍慧菩萨、诺伽慧菩萨、成就慧菩萨、调顺慧菩萨、大力慧菩萨、难思慧菩萨、无奈慧菩萨、真上慧菩萨、普共慧菩萨、入理慧菩萨、善巧慧菩萨、法自在慧菩萨、法慧菩萨、寂静慧菩萨、虚空慧菩萨、一切慧菩萨、善慧菩萨、如幻慧菩萨、广大慧菩萨、四力慧菩萨、世间慧菩萨、佛地慧菩萨、真实慧菩萨、尊胜慧菩萨、智光慧菩萨、无边慧菩萨，三十慧，这叫三十慧菩萨。上来我念的是三十慧菩萨，嗯，以下的有七十位菩萨，一共是一百位菩萨。举一百就代表十佛刹微尘数菩萨，念庄严慧菩萨、达空寂菩萨、性庄严菩萨、甚深井菩萨、善解处非处菩萨、大光明菩萨、长光明菩萨、了佛种菩萨、心王菩萨、一行菩萨、常现神通菩萨、智慧牙菩萨、功德处菩萨、法灯菩萨、照世菩萨、持世菩萨、最难闻菩萨、最上菩萨、无上菩萨、无比菩萨、超伦菩萨、无奈行菩萨、光明焰菩萨、月光菩萨、一尘菩萨、坚净行菩萨、诸法语菩萨、最胜床菩萨、普庄严菩萨、自然菩萨、法眼菩萨、慧云菩萨、种慈王菩萨、无住愿菩萨、智障菩萨、心王菩萨、内觉慧菩萨、诸佛智菩萨、陀罗尼容坚力菩萨、慈悲力菩萨、妙月菩萨、须弥顶菩萨、宝顶菩萨、普光照菩萨、威德王菩萨、智慧轮菩萨、大威德菩萨、大龙象菩萨、知子行菩萨、不退转菩萨、慈发床菩萨、无妄思菩萨、舍住取菩萨、不思议决定慧菩萨、游戏无边智菩萨、无尽妙法藏菩萨、自日菩萨、法日菩萨、智障菩萨、智宰菩萨、普见菩萨、不空见菩萨、金刚荣菩萨、金刚智菩萨、金刚焰菩萨、金刚慧菩萨、普眼菩萨、佛日菩萨、持佛金刚毕灭意菩萨、普眼警戒智庄严菩萨、如是等菩萨摩诃萨、十佛刹微尘数。往昔皆与毗卢遮那如来同修菩萨助善根行，这一百位菩萨三十会，加起他的杂名菩萨，
过去无量劫中跟毗卢遮那佛共同修行行菩萨道，这些个大菩萨位呢是到菩萨顶了位了啊，受子位的菩萨就要成佛了。嗯，但总了分了，要他们的形象所证得的深广大定大悲的智慧，嗯嗯，即不住涅槃也不住世间。嗯，不住涅槃就入世间，入世间不住世间即是涅槃，就是二者皆不住的意思。嗯，就是不住生死，心恒常寂静，但是又不离度众生，这些大菩萨都是。嗯，三思会三世菩萨同名为会，表他们德智慧德纯净了。七世菩萨别名七世菩萨，就是杂德，行菩萨道所聚集的那些杂德，杂德就是不专一。三日会的菩萨专一是般若字，说特别标出来三十会。嗯，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在会中的杂会菩萨当中啊，普贤菩萨摩诃萨成佛的神力，佛的加持力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拜佛言：世尊，我也入了应正等觉，欲有所问，愿垂乃许。那这段呢必须得请法的了啊，每一法会都入世。普贤菩萨代表一些菩萨，普贤是表示正知正见的了，眼是见啊，正知正见达到这种菩萨摩诃萨的境位都是佛的之见。嗯嗯，成佛的神力，凡是菩萨请法都要佛成念佛的加持力，佛加持而起问的，代表这么一百个菩萨起问的，这一个百菩萨又代表好多呢，十佛刹微尘数。嗯，这是请法的意思，从这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。当时在印度请法的意思是这样的啊，合掌向白佛言：世尊呐，我想在佛所当中有所请问，请佛许可。那佛答应我请问呢，我就说一说，就这么个含义。愿垂乃许，乃民们许可我问。普贤，佛就答复普贤说了，说普贤呢，知汝所问，当为汝说。说你有什么问题请问吗？嗯，你随便问吧，知是知意啊，知是随意，随你想怎么样问就可以怎么问，我都可以给你解说，一定令你满意，令你欣喜。这叫请法的意思。嗯，普贤菩萨言：世尊呐，普贤菩萨及往及诸普贤所有横愿诸菩萨众，成就几何的三解脱、三昧解脱。问话就说：请世尊跟我解说一下普贤菩萨，乃至跟普贤菩萨所有普贤横愿的
这些大菩萨藏，他们成就了多少三昧啊，得了好多解脱呀。而以菩萨住大三昧，毁入毁出毁难住，就是在三昧讲究入三昧出三昧住三昧入住出三世。以与菩萨不可思议的广大三昧善入出，说普贤菩萨的三昧，其他的诸大菩萨都入这种不可思议的三昧，就是入住出，善入善住善出。为什么讲这呢？就是咱们修定啊，入定、出定、住定，这三识了啊。你光能入不能出啊，那功力没到家呀。入住出，随意入，随意而出定，随意住定，叫自在嘛。在一三昧自在，就是入住出的三种，能够自在。所有在三昧里头，所有的神通变化，没有修止的时候。我想请佛说说这么个问题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普贤三昧。那普贤菩萨入的什么三昧呢？前头所说的刹那即三昧。普贤没有直接的请佛说佛的刹那三昧，说请普贤的三昧，普贤三昧就是刹那即三昧。因为普贤是代表十一地，现在说说十一地法门，十定、十通、十隐，这三位都是普贤说的。我说，为什么这么多的菩萨以普贤为请法者？因为普贤才能见普法呀，眼见法的，普贤请就是见一切法，普法。那么普贤请佛就许可了，许可他问。他就问了，问这个普贤三昧，也就是问的佛的刹那即三昧。在这个问的当中，直举普贤的一个名号，普贤菩萨名号，这大众闻到这个普贤的名号，得了无量的三昧。自寡听见普贤菩萨名号，得了无量三昧，这叫闻名怀得的利益了。那这些大菩萨要想见见普贤菩萨，在后头经文就讲到了，见不到，三请见不到。这些大菩萨的本身的神通妙用，受子位的菩萨了，受子位菩萨就将要继承佛位的了，都见不到普贤菩萨。三次请求见不到普贤菩萨，还请佛说，佛教授他们要见普贤菩萨的方法，依着佛的教授而去求见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现身，这下头的经文所说的啊，大家看经文。普贤，普贤菩萨今现在此，已能成就不可思议的自在神通，除过一切诸菩萨上，难可知遇，很不容易遇到。从无量菩萨的行深，从菩萨大愿都已清净，所行之行皆无退转。无量波罗蜜门，无奈陀罗尼门，
无尽辩才门，皆系医德，清净无奈。大悲利益众生，以本愿力，未来界界如厌倦，如应情彼，彼当为汝说起三昧自在解脱。这段话，佛对普贤菩萨说的，说普贤啊，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就在法会当中，他成就了不可思议的自在神通，超出一些菩萨，很难得之遇的，很不容易遇到，就是他行的无量菩萨行，大愿都清净了，颇有菩萨大愿他都清净了，所行之行呢皆无退转，成就了无量波罗蜜门、无奈陀罗尼门、无尽辩才门，皆悉已得清净无奈。这一段话就是佛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，普贤菩萨以大悲来利益众生，以普贤愿力尽未来际行普贤愿恒，说你应该请彼汝应请彼，说你应当请普贤菩萨为你说三昧自在解脱，与三昧能够自在，能够解脱。尔时嘛，就在佛跟那普贤菩萨说普贤菩萨的功力，说普贤菩萨的行门，说普贤菩萨的功德，赞叹普贤菩萨。在佛赞叹普贤菩萨的当中，就尔时会众，这所有一些大菩萨众，就这十佛刹微尘数大菩萨众，闻到普贤菩萨的名，只听到普贤的名字，他们就怀得了，只听了普贤名字，怀得了不可思议的无量三昧，其心无奈。咱们在十回向品讲到，讲到无奈境界，无奈境界是什么境界呢？广大入法界，毕竟入虚空，这些个大菩萨呀，都证得了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。同时听到普贤名字，他那心里头生大欢喜心，没有障碍，而是在定中寂言不动，都在三昧当中。智慧广大难可测量啊，境界甚深无能于等，现前悉见无数诸佛得如来力，通如来性，未来现代每部明照，所有福德不可穷尽，一切神通皆具足。这十佛刹微尘数的菩萨大菩萨，听到普贤的名字，就得到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力量，一切神通都有记住。这只是听到佛说普贤的名字，还没见普贤菩萨。其若菩萨与普贤说，心生尊敬，可仰于见，想见见普贤菩萨。许众会周遍观察，而今不睹就看不见，没看见，就在这个法会当中寻觅普贤菩萨，不但没见着普贤像，没见着普贤人，
也没见着普贤所做的作。为什么？由于如来威力所赐，十方一切诸佛的威力加持普贤菩萨，又者是普贤菩萨的神通自在，普贤菩萨神通自在的力量，使这些与会菩萨没见到普贤菩萨。大家想啊，越是这些大菩萨到了这种境界了，啊，他对普贤菩萨的深深想望见，啊，普贤菩萨比见佛还难吗？不是这样子，他说他这个法门呢，法门不是显普贤菩萨的，显刹那计三昧。普贤菩萨要说刹那计三昧，言刹那计三昧啊，甚深广大。而是普贤菩萨白佛言，你见不到，见不到怎么办呢？就求佛。普贤菩萨就向佛说呀：“世尊呐，普贤菩萨今何所在呀？”普贤菩萨在哪里？先佛说在这个会中，但是我们见不到。佛言：“普贤，普贤菩萨今现在此道场中何呀？”普贤菩萨就在咱们道场当中啊，就在中何，亲近我住啊，他就在我边呢，他亲近我呀，住在我这个道场当中。从来没有动移过。那普贤菩萨听到佛这样跟他说：“普贤及诸菩萨，福更观察，说再找一找吧，再看一看吧。道场众会周遍求你，就在这道场里头求普贤菩萨，即求见呢，求见普贤菩萨。”没有见到，白佛言，有普贤菩萨向佛说：“世尊呐，我等今者犹未得见普贤菩萨，其身及坐，不但没看见普贤菩萨，连他的坐都没看见。”佛言如是，佛言如是，佛就说是这样的吗？真的没见到啊，就这么句话。佛言如是：“善男子，汝等何故而不得见呢？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见不到普贤菩萨？”佛就给普贤菩萨解说了，文殊菩萨了：“你们不见到的原因我跟你们说一说，为什么你们见不到？善男子，这成见普贤菩萨的啊，普贤菩萨住处甚深，不可说故。说普贤菩萨住的地方啊，甚深，不可说，说言语表达不出来。那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无上自在众，普贤菩萨化度众生，说从根本字说起的，后得的妙德字的妙字，殊胜就是的自在众，无上的自在众，入的是清净无碍界，生入了十种力。以法界障为身，一切如来所供护念，于念穷这一作意的时间，悉仍正怒三世诸佛无差别字，
世故如等，不能见耳。为什么你们见不到？因为普贤菩萨入的是师祖奋训定，就是前就佛那个寂静三昧，得无上的自在用，清净无奈际，清净无奈际，没有个边际，没有个形象，清净的，清净无厌的，生如来十种的力量，具足了如来实力。咱们看很多经论都有如来实力吧，普贤的身是什么身呢？法界藏为身，法界藏就等于法界含藏甚深无际，前头说是住处甚深，住在什么地方？他以法界藏为身，住在法界藏，是一切如来所护念的，他一念就能证入三世的诸佛无差别字，是故汝等不能见，不能见耳。这跟他说一切法本言暂借无动的，一切法本来不动，暂借的法本无动，所以普贤菩萨没有一动的，有法一切法暂言本寂的，没有动的。所以普贤菩萨求推求不见，因为他以法界藏为身，法界藏甚深处，得入甚深的法界观。推求不见，那么还推求可见，不见对的可见说的。究竟不能见，那你怎么着也见不到了，还可以见。可以见，但是见的方法那得有佛说，你怎么见才见得到，佛打的印证，说的住处甚深，说你周要普遍观察，周遍寻求而不见，这段经文就这个含义，这个含义啊。那么说他的广大的定，现在普贤菩萨入在定中，广大的圣定甚深，形容普贤菩萨的智慧无边，定体的作用是智慧无边，自在无奈，可以长可以短，可以起可以伏。同时显用他呢，普贤所证的与诸佛齐等，内证很深的，他的功力成就的深广，不可见故，不可知故，所以这些个菩萨不能见，就是不能见的原因。尔时普眼菩萨闻如来说普贤清净功德，得十千恶生起三昧，就是在佛说普贤菩萨的清净功德所有与会的，就是普贤菩萨为代表了，普贤菩萨他们证得了什么呢？一万恶生起，十千就是一万了，是文字说了，得了阿僧祇无央数十万个无央数的三昧。咱们经常说阿僧祇，既然无央数了，还不得说十个，还说一万个干啥呢？说是众生、凡夫、二乘人、一般的菩萨所不能知，
这诸佛在大菩萨这些菩萨他还是有数量的，无量数知道他数字，所以一万个无量数。以三昧力拂遍观察，普贤菩萨闻到普贤的功德了，证了一万个和尚去三昧了，又以这个三昧力再去推求观察，可仰于见普贤菩萨。以前功力不够了，现在得了一万和尚去三昧了，说再追求再见，已不能读，还是看不见，已不能读。其余的一切诸菩萨众已不见，大众都见不到，是普贤菩萨从三昧起，他是在三昧啊，入了十一万阿僧祇三昧，在三昧里去见，见不到，见不到就从三昧起。普贤菩萨就是入了三昧，从三昧力量去见，见不到又出了定，出了三昧又求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已入十千阿僧祇三昧，我这样见不到，我入了一万个阿僧祇三昧，求见普贤菩萨还是不可得，而见不到，不见他的身，也不见他身的作业，也不见他的余业，也不见他的意业，不见普贤菩萨身与意，即身与意业，乃至于他坐的坐处，他所住的地点，细节不见，还是没有见到，这第二番的不见。佛言：入世入世啊，说不错了，你所见不到的原因，善男子，当知皆以普贤菩萨助不思议解脱之力，你见不到原因，他住在的不思议解脱之力的当中。普贤，与汝意云何呀？说你如何的想啊？那你思想怎么样观察呢？颇有人能说幻术文字中，幻术本来没有的，还有把他的文字、把他的幻象、把他的住处，能说得出来吗？幻象，普贤呐，达言，达言是普贤达啊，佛也是尊，说这个是不可见的，说幻的文字哪有啊？幻化是没有啊，种种幻象的住处也没有啊。佛言：普贤呐，幻中幻象尚不可说，幻中的幻象都说不出来，何况普贤菩萨闭密深境界，闭密于境界，闭密意境界，而以所说能入能见，说是幻化的相尚不可说不可见，普贤菩萨闭密深于意三业，怎能见得着呢？能入能见呢？说不能入不能见的含义，佛解释他们见不到的原因。何以故？普贤菩萨境界甚深呐，不可思议，无有量，已过量，本来就无有量，无有的量的量，还有过这个量。举要言之，
普贤菩萨以金刚会普入法界，佛跟普贤菩萨说，说普贤菩萨以金刚的智慧普入一切法界，在一切世界中无所行无所住，指一切众生的身皆即非身，无去无来，得无断尽，无差别，自在神通，无意无作，无有动转，至于法界究竟边际。这广大入法界啊，究竟入虚空，没有边际的边际了。他的无尽的身云身口意皆同于法界。但是有个见的方法，说闲的寡说不可见，那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请佛要见普贤菩萨，那都是不可见，而且见不见不到。他又想见，想要闻法，让普贤菩萨做证明，这是刹那际的无边际的金刚三昧。三男子，要有得见的菩萨，说你想见普贤菩萨和得见菩萨，要得成次，要得文明，要有师位，要有意念，要生信解，要勤观，要勤观察，要使趋向，要正求逆，要行四愿，相续不绝，皆怀利益，无恐过者。假使要见普贤菩萨，想成次普贤菩萨，或者听普贤的名，或者要四位菩萨普贤菩萨，或者要意念普贤菩萨，而生信解普贤菩萨，要勤观察。要最初开始趋向，要你在求你见普贤菩萨，你得要发愿呢，不发愿见不到，要行四愿，先要发起啊，要起四愿，发大四愿，起了四愿呢，要相续不断的，不是一求一发四愿就见着，不行，要相续不绝，这样子才能怀得利益，才能见得到，无空过者，不会空过，不会见不到，这样意思。这是佛告诉普眼菩萨这个方法，见普贤的方法，说要成次，要文明，要思维，要意念普贤菩萨，要对普贤菩萨生信解，要勤观察，有趋向求逆，而是普贤菩萨及一切菩萨众，经佛教授之后了，普贤菩萨及一切是大众的，与普贤菩萨心生渴仰，仰望着，要饥渴求水那样子，愿得沾浸，这个浸嘛是尊称啊，觐见常得浸，就是常得拜的意思，常得求浸是。人间嘛，觐见国王都加这个觐见，加这个浸，尊重的意思。沾浸，着入此眼，不但心里的向往，语言口里还得说。南无一切佛，南无一切普贤菩萨，南无一切诸佛，南无普贤菩萨。我普贤菩萨尊称跟一切诸佛平等平等，南无一切诸佛先得称佛，完了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就是皈依、依靠、求见、渴仰都代表了。入世三乘，念三次。头顶礼拜，
边城边礼，头顶礼拜，求见。这一段说普眼入了三昧，入了那么样子一万个不可思议的三昧，想见普贤菩萨还见不到，见不到。那经过佛告诉他，你得观想啊，观想什么呢？用你的金刚慧，用你所证得的空慧，得在空中见，是吧？无差别的法界即空，这些菩萨都证得了，这一部都证得了。都二俱空了，二俱空了，因为世界本身就无住，众生本来入虚空，世界本来入虚空，一切刹那即三昧是没有去来的，是刹那即的三昧的功力，没有断绝的，没有差别的。法体不是有个实在的东西，法体不是有形象的，有神通力通的无奈的，法体不是有个实际形象，以法界为体，普贤菩萨是法界为体的无尽神云，要见是四，你得在理上求，要达到理四无奈穷尽法界的如这样三昧，所以他们就用归敬祝佛，以归敬祝佛来见普贤菩萨。那普贤菩萨所住的座是什么座？普贤境界究竟是什么境界？五位具足，信住行相地十一地，是普贤菩萨所生进的，的解脱的悲字，用世间心，对，他已经跟诸佛相等十一地，就是佛地，无作的道场。无作无相，这就是在三观当中就周遍含容，这是果后普贤，佛果之后的普贤菩萨的恒愿。地前普贤，实地普贤，果后普贤，这是果后的普贤。普贤的三昧呢，没有世间也没有出世间的，普遍三昧，刹那间入于法界，法界是没有分别的，就是佛果的三昧。那么普眼菩萨三求而不见，求三次而还没见到，什么含义？什么含义？那是菩萨普贤菩萨的他的大悲的愿力，大恒的愿力，普贤的恒愿愿力。这是说十地以前的，就是佛国以前的普贤恒，那个是自利利他，是让一切众生度他们出世间的解脱。但是现在是十一地了，十一地的普贤恒了，是果后普贤呢，自利利他一切圆满了，都是十地以前的，那以前是根本字，解脱道已经满足了，没有需求了。
那把自己的功力蕴藏在十一地，就是使这些个十地的菩萨都能进入十一地，这叫十一地的果后普贤恒愿。因为说大众周遍观察不得见普贤菩萨，嗯，但是你得回用智慧思维，就因为佛所教导的回归于自性，从理上见普贤菩萨，不要再思见。尔时佛告普贤菩萨，集众会言，那不止普贤菩萨一人了，还有与会的大众了，所以对大众说：诸佛子，称赞这与会的大菩萨，诸佛子，汝等更以礼敬普贤。这样一礼啊，还是见不到的，要殷勤求情，又应呢专制的观察十方。专制用三昧观察，观想一念普贤身现在其前。如果你入世思维，入世观想，普贤菩萨就在你的身前。那这个观想是什么呢？周遍法界身心信解，普遍的观察是周遍法界身心信解。这个身心是十地一菩十地菩萨以上的了，应当厌离一切，把你现在所得的也把它厌离，与普贤菩萨同一恒愿，要与普贤菩萨同一恒愿，入于不二的真实之法。其身呢，普现一切世间。这句话有深深的含义，说甚深的法，你理解不到，你上最浅处的求，深深离不，深去浅处求，不要再深再钻，越钻越深，不要，要最浅处去求。说远处看不到，现前。咱们经常讲现前一念心，说我现前这一念心呢，就是普贤心。这读《华严经》普贤恒愿品的，如果你现前一念心与普贤恒愿相合，已经礼敬诸佛乃至十者普皆回向，就观想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那就是普贤菩萨。十大愿即是普贤菩萨。另一种观想呢，看着一切无一法无一事无一事物不是普贤，事事都是普贤，这样子就能够得见普贤。对，这段经义就告诉我们，如与不二真实之法从法体上见，其实呢就普现一些世间。没有一个事物不是普现，你离开一事物另外去见普现，那是色，你不容易见到。你从理上，一切众生的根性的差别，一切技术的普贤道，一切世间种种的众生的根性差别
都是普贤菩萨，都是即普贤道，发起这样的大愿，嗯，再当得见普贤菩萨。说舍开境界相，舍境要达他的真实的体，是等观、奇观，不要别观，别观单求个普贤相，见不到，一切都是普贤，十方法界奇观，观此法界，有那么两句话，学华严的。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就观法界观好了，法界观就是刹那即三昧，诸佛的刹那即三昧，念念的刹那的是法界一总相，大法门体现前，要舍开境，别另外去求，要达到这个体，不能得到的。十方奇观，这叫体周法界，它的本体周遍法界，加上你的寺院，普贤就现前了。是时，普眼闻此，闻佛此语啊，普眼听到佛这么教导。他照佛所说的话就做，宇宙菩萨俱施顶礼，求请得见普贤大士。说与会的菩萨一同顶礼，顶礼呢，求见普贤菩萨。因为普贤菩萨与上头他们住三昧除三昧，他不得见普贤菩萨的三业，跟他的座也见不到普贤菩萨境界相，所以令三昧处入三昧处求，这个是沉寂生灭，入三昧除三昧，入升起，除是灭，还是有除有灭，有想有念，有动有用，凡是有念有动有用，不能入深正三昧，不是刹那即三昧，用他自体的片周，虽然用而常寂，虽然寂而常用，常在用中，这是普贤菩萨的金刚慧智入于法界，在一切世界中无所行无所住，一切众生身皆非身，无去无来，这几句话是长者李同轩说的，方丈长者李同轩说的。他说，李同轩长者说呀，说要以普贤的金刚慧普入法界，与一切世众无所行无所住，入一切众生身，皆非身。无去无来，得无断尽，无差别，自在神通，什么印悟至真，称之为神，不为不思，不定不乱，不来不去，印字片真片周，立生自在，直到众生的根，执照众生的根，这个知
就是慧，慧就是通，知众生的根，这个知就叫通。一切万法皆如是，没有入定出定之乱，还有入定还有出定，刹那界的三昧是没有入出的，这叫普贤所作的三业作证。所以说要想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量，要来想见普贤的座，量是虚空，座也是虚空，一切法界的大莲花藏在十地菩萨的质量还有一点点隔离，还没进入这个，所以见不到普贤菩萨。乖就乖到这一点，这是长者他用这个常观寂定的功夫来解释的。同时十地的菩萨，十地的菩萨圆满是不是？他是真熟二谛，原真原熟的二谛里，他圆融统一了，圆融统一了，真如二谛都达到究竟了，但是啊，还有习气，菩萨要断习气。真如二谛里虽然达到了，习气未亡。地方啊，真熟二谛余习的惑还有，所以还不能够见普贤菩萨。那么到了十一地的菩萨，谁的菩萨？那的如无尽刹若三昧际，如这个三昧性，一切众生境界的体，普贤的智慧犹如虚空，一切众生为他的体，一切众生迷了这个智慧，一切众生迷了这个智慧了，说就叫无明。那么一切十地的菩萨他还迷这个事，这个事的习气不是事的本体啊，迷这个习气，无明习气，咱们经常讲无明虽脱落，习气未得出，无明虽然脱落了，习气还没断。有这么一点点习气就不行，就还没达到究竟，要达到无去无来非生非灭等虚空的智慧海，那智慧啊像虚空一样的。所以十地位的菩萨所有入的三昧，所有出入的推求不能得见，不得见就是有这么点习气缘故。是所以如来为菩萨说幻术说文字，要想求他的体相不可得呀，幻术文字没体相的了。求幻的心不可得，哪有幻法呢？幻法是不是真的了？所以入三昧出三昧，求你那个真正的法界心跟普贤菩萨的大用，无一巧妙智慧深云两回事，了不可得，所以不能见。所以佛教诸菩萨要升起，
殷勤三礼普贤菩萨，说以神通力跟你的现在应化身，跟你的智慧身，跟你三昧身，跟那个字体达到无著无依，这样子才能跟普贤菩萨的恒愿相合。所以佛跟那个诸大菩萨说呀，说普贤菩萨现在此道场众会亲近我众，没有移动过，这是表根本字性字无异，根本字的体性没有异，没有出，没有身，你要见个什么呢？无身可见，无处可见，无状可见，但是离开这些个现在的道场，就是所有一切的见，见没达到究竟，这些叫普光明字。普光明殿要都有普光明字，说与十方诸佛体相同过，普贤菩萨跟十方诸佛是一体相同的，都是无边差别智海，以为妙用，无边的差别智慧，无边妙用。所以佛说普贤菩萨在我身边住，近我耳住，没有移动过。说依这法性本体而成的大体的智慧，无住智，无依住智，一直没动过，形容字体。经过这些大菩萨三礼三虔，尔时普贤菩萨即解脱神通之力，解脱神通之力，入其所应，应现，入他们所求而现，为现色身。这色身不是咱们肉体啊，是法身的报身啊，法报化的报身，色身啊。另外一些菩萨众接见普贤菩萨，亲近如来，大家看见了，普贤就在如来旁边，亲近如来。于是一些菩萨众做莲花座，普贤菩萨也做个莲花座，就在如来旁边。不但此世界，与见与一切世界，一切佛所，从彼次第相续而来，一切与佛所，一切世界，都有普贤菩萨，那都普贤菩萨都来了。同时，这些菩萨也看见。一见在彼一切佛所，不是一佛两佛，无量诸佛，一切佛所演说一切诸菩萨行，这十一地的菩萨行啊，开示一切自治之道，阐明一切菩萨神通，分别一切菩萨威德，示现一切三世诸佛。这时候这普贤菩萨与大众菩萨都见到了，见到什么形象了呢？见到普贤菩萨在这个菩萨众在当中做的莲花座，其他无量世界，其余的一切世界，一切佛所，从彼次第相续而来，都是一切佛所都有普贤菩萨，一切普贤菩萨都来此会。
聚集到此会，不止见形，还见到普贤菩萨带一切佛所演说一些菩萨行说法，开示一些智者之道，就成佛之道，阐明一些菩萨的神通，分别菩萨的威德，实现一些三世诸佛，实现三世诸佛可不是现在佛哟，现在佛包括在内，实现过去一些诸佛，还实现未来一些诸佛，每一佛所都有一普贤菩萨，都在那儿演说法，这叫神变。但这个神通啊，可是普贤菩萨的神通。这几句就说，也有一切世界，一切佛所，从彼次第相续而来。就是普贤菩萨从其他的无量世界、无量佛所，一个跟一个相续不断的。同时，这些菩萨见到普贤菩萨在那一一的佛所当中演说出菩萨行，都说此法开示是什么呢？什么法呢？成佛之道，一切自在之道，阐明了一切菩萨的神通，分别了一切菩萨的威德，实现一些三世诸佛，还实现过去未来，实现三世诸佛，不是光是现在佛，前头一段说的现在佛，实现三世一些诸佛，这都是普贤菩萨的神变。那就说是普贤菩萨的神通啊，妙用啊，智慧啊，神通就是智慧啊。此时普贤菩萨及一切菩萨众见此神变，那普贤菩萨他所强势在什么地方？得超过这些菩萨啊！这些菩萨这么求，这些菩萨都十地菩萨了，受子菩萨位了。那普贤菩萨实现这个，这些十地菩萨不能够实现，还没这个神力。那你不超过他，那些十地菩萨怎么能信你啊？超过他，神变超过他，所以他才荣耀生大欢喜，就是见所未见的，莫不顶礼普贤菩萨，这才对普贤菩萨升起大恭敬，升起尊重。如见十方一诸佛，事实以佛大神力，十方诸佛的神力、威神力及菩萨信解之力，再加上普贤菩萨本愿力，说与会这些菩萨信解的力量，这普贤菩萨的愿力跟这个都结合到一起，菩萨信解力、普贤恒愿力、十方诸佛的威神力加持，产生了一种现象。什么现象呢？与十千种云会场啊，下了一种现象，就是普光堂、普光明殿下了现象，一万种云，种种华云，种种妙云，前日十千种啊，就是一万种，这是总说啊。这分别说了，这一万种云都什么云？种种华云，种种曼云，种种香云，种种墨香云，种种宝盖云，种种盖云，种种意云，种种严聚云，
种种珍宝云，种种烧香云，种种争彩云，不可说世界六种震动，所有的世界都六种震动，动其容，震空吼，六种。云呢是形容词，形容着所有的华之多，种种曼，种种香，种种墨香，种种盖，种种衣服，种种言具，都像云一样的那么样多。同时呢，大地六种震动，六种震动，那种震动不是地震呢，不是地震，有缘的才能得到，没缘的不知道，跟这地震不同了。同时还有音药，音药的声音呢，远闻一些世界，远闻到好多世界呢，不可说世界。放大光明，其光普照，不可说世界。令三讷曲，地狱那个畜生啊，悉得除灭。三讷曲都得除灭。同时，所有的世界，好多世界也是不可说、不可说的世界，严禁了。这庄严净度，令不可说的菩萨入普贤行。说这些大菩萨见着圣景就修行了，修行成就了普贤行愿。不可说的菩萨成就普贤行，不可说的菩萨与普贤行愿皆得圆满。所以他们求见普贤菩萨，一见着得到这么大的好处，圆满了普贤行愿。原来不像这些个菩萨呀，本来与普贤菩萨相差的没有好远，说一闻法一干啥就成就了进入十一地，十地菩萨。而是普贤菩萨白佛言，得到利益了，就向佛表达：世尊呐，普贤菩萨是助大威德者，助无等者，助无过者，助不退者，助平等者，助不坏者，助一切差别法者，助一切无差别法者，助一切众生善巧心所住者，助一切法自在解脱三昧者。这是普贤与会的大菩萨的代表赞叹普贤菩萨。佛言：入世入世，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普贤，如如所说，就像你现在所站在的言辞所说，普贤菩萨有恶生起清净功德，有无数的、无量数的那些个清净功德，哪些个呢？举例来说啊，所谓等庄严功德，不论阎会世界一切的国度，一切有情无情平等庄严，因为庄严法性，庄严的佛性，等无量宝的功德，宝有好多啊，以无量宝施给众生，无量宝布施给一些众生，那功德有好大，普贤菩萨功德就好大，不思一海的功德，无量相的功德，无边云的功德，
无边际不可称赞的功德，无尽法功德，不可说功德，一切佛功德，称扬赞叹，不尽功德。这是普贤菩萨，他得到好处之后啊，向佛说呀，赞叹普贤的菩萨功德，功德无量。嗯，普贤菩萨有无边无奈的大容，所以才使这些个与会者生大欢喜，就是普贤菩萨与这些个来法会的这种所有这些个大菩萨，舍利玛利的菩萨都生了大欢喜心。嗯，那么呢，先现一些瑞相，瑞相完了，有普贤菩萨的赞叹，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的深广。这段文呢，说明这么一个问题：舍利菩萨想见普贤菩萨见不到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想，过去没想，没有念，没念普贤菩萨，没想没念，因为体上起用，虽然通体，还得有作用啊。嗯，要想见普贤菩萨得想念，想念是什么呢？是作用。什么作用呢？成佛的作用，用佛念的作用，佛的作用。普贤菩萨普见，普见一切众生，如佛是普见一众生，这是妙用啊，妙用，大用。那么我们要想见普贤菩萨，你念没念，想没想？不是说哦，我们不是等觉菩萨，我们不是实地菩萨，这个不要分。你想你念，你能见到普贤菩萨，你成就十大愿望，你就跟普贤菩萨平等平等。大家都十大愿望就知道了，都普贤方便，你天天想，天天念，嗯，就是两个字，想念，就是意念，意念就是思维修。嗯，普贤菩萨有那么大的德，在这个论里面，清凉国所算的赞叹他的普贤菩萨的德。有庄严德二种庄严，正报一报，有圆明德，有深广德，宰相德，慈法德，超圣德，执法德，觉言德，同佛德，战无尽德。这十种德，假使我们天天想念普贤菩萨，这十种德我们都有份。如果你天天念十大愿望，天天跟普贤菩萨念念在一起，念念在一起，这就见到了。你见到十大愿望，就见到普贤菩萨了。那见到是用，从用而就渐渐能见到体。普贤方便都是化度众生的用啊。嗯，时间到了。